作为前沿放映技术的领导，中影光峰于2016年5月20号在中影国际影城深圳欢乐海岸店拉开了风影行动百城激光体验型活动的帷幕。启动仪式上，来自中影光峰的领导以及来自影城的高层领导作为启动仪式嘉宾，共同点亮了中影光峰行灵跑激光厅全国版图，标志着风影行动中影光峰百城激光体验型活动的正式开启。随着行灵跑激光厅在全国的遍地开花，中影光峰将不断地将全新的观影理念、最前沿的放映技术带给影迷，助力影城迎来最前沿的激光观影技术革命风暴。全国首家的这个激光影厅呢，也是在我们欢乐海岸店11号厅运行到现在已经2年了，运行过程当中的它的这个稳定啊，包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 3D 光源的这个亮度，包括它的稳定性，得到了我们观众以及我们管理人员以及全国行业电影行业的领导的很多的认可。那今天呢，在我们欢乐海岸店作为他们在全国的首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启动仪式，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荣幸。那么再次感谢中影光峰对我们这个电影行业以及欢乐海岸店做出的这个支持和贡献。目前中影光峰行灵跑激光厅已遍布全国20余个省份的300多家影城，今年预计近4000家行灵跑激光厅在中国落成。中影光峰百城激光体验行将为影迷们开启 3D 激光电影之旅，掀起一轮全新的观影风暴。